当时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玩了。那我觉得雨农在我这边的话应该是偏好，因为他今天特别的美丽。谢谢。那这个凯乐的话，这头发也没有乱乱的，应该也是刚好这边。那我这局的话，我应该票七号跟八号。发一个查杀可不可以？发一个查杀。那我先发一个查杀，查杀大根。八号查杀。对，查杀大根就是一只铁狼，所以大家这回合一定先票大根，先出大根，好过。因为你刚刚声音本来就有点像是那种刚妹子那种。再跟你借泽霞。谢谢。我要来录你们。嗨。为什么？我在录我的 vlog。哦，你的 vlog。对。你现在也是 YouTuber 了。没有，就是乱录，但我还没对。哎，对，但我还不会自己剪片，我不会剪哎。我昨天用手机想要剪一下。剪片是简单的。是吗？我们都觉得难，可是我自己试过。我觉得 OK 哎。有一台 Apple 笔电。就可以做是哦，感觉觉得超简单，真的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轨道是一片一片。可是手机也有轨道哎，可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多功能。手机很难用，对，但是因为你电脑你用滑鼠，你拉每一个片段那很好用，所以可以。一定要 Apple 才可以吗？ Apple 笔电最方便了。那如果没有 Apple 笔电呢？如果没有 Apple， 头皮可是 Apple 笔电。因为我之前有被卖掉了。对啊。可是你用 Apple 笔电，你用什么剪？那 iPad 可以吗？我记得 iPad 可以对。就是 iPad 就跟平板原理一样啊，就比较大。手机的程式在里面。嗨，女神，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我在录了吧？好，嗨。哎，200里没看到你了。对啊，你也是啊。我要录我工作的 vlog， 赛后检讨。怎么玩？怎么要分享啊？我可以分享啊，这很容易裸。哎，为什么你都要叫女巫先跳啊？这是非常合理的。可是女巫先跳，可是因为有狼王的话，我用数学公式算给你。四神，我觉得四神我没有歧视，本身我们已经领先两个轮次了，对吗？已经领先两个轮次。哎，其实也可以验狼王，狼王还可以带人。那再来10人局里面，尤其又在百分百，你自狼自刀几率太低了。是啊，太低，因为你一你要镜头嘛，二你自刀，你狼你只剩三臂狼，你还自刀，那就没必要。除非你是狼王自刀，你还可以带一个。好，那你就叫女巫出来跳，因为你大家资讯都没有，如果月娇没抄狼，你女巫又不跳的话，那大家干嘛？就把他身推，把他猜，跟推。哎，我猜，你看动作怪怪的。那狼人杀本来就是靠逻辑的游戏。所以你女巫出来说，我昨天晚上救了凯西，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大来盘，但是两个人想看，我们就可以推说狼杀他的动机是什么。然后凯西刚刚的发言有没有问题？然后我在讲说，我昨晚救凯西说，谁在看我？谁在看我？反应有怪，这个就是女巫出来的用意在这，因为女巫应该比他们不要嘛。今天晚上谁跟你对套女巫，你们晚上我们不用跳。可是如果女巫第一晚跳，然后马上被杀，她毒药就没了。没关系，是啊，没关系，就我们有四神啊，哦，没关系。可是狼王就可以带人嘞，狼王就一定可以带人嘞。给你带啊，反正因为读对的几率也很小嘛，也不一定。看 vlog， 对。他们鱼百合第一次，狼王鱼百合第一次放了狼王跟雪狼嘛，当头哎。走吧，我们对啊对啊，哎，我经纪人不见，他那边啊。我们几点要带？我们要走了吗？不敢，6:50嘛，所以慢慢摸。我们先去吃个东西。好啊，拜拜，我先买家。拜拜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拜拜，还是要撕下来的。好。我终于血池了，好开心！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那一场真的太烂了，气死我了。徐凯西要感谢我，因为我今天太烂了，谢谢张宇的，我让我拿了 MVP。可恶！还好啦，小鹿还是踩我。对啊，还好他有相信我。他但是，对啊，我第一个 bug 是没错，可是。后来我解释的就是我懂了，因为你开场那么清楚了。对，因为我有反逻辑，我一直会觉得说他会不会还是狼，然后又死了，想要就是去验证。对，到了后来想说不对，因为就是要用毒药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一直就一开始就觉得他是狼哦，因为我太常看，我就觉得他太会跳了。我说，而且在那个 timing 跳其实蛮奇怪的吧，在那个 timing 跳有可能是狼跳，因为禁言，他在禁言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怀疑是合理的，是合理的，只是因为反逻辑。这边吴京也喜欢假跳，假跳。我之前跟他玩还假跳啊。对，他之前也是七号假跳查杀我啊。对啊，而且又是查杀一个被禁言，他也是之前查杀我10号，完了被骂死了。我可以跟你接电棒吗？不行。可以，我换一下。这么奇怪。
我要再拍我的 vlog。哦，那身份先不用带他，你不用带他，他拍你好不好？嗯，你唱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有超爱他的。然后加入我的 vlog。嗨，哎，你人气很高哎，就是稳定，很多是稳定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就是把手。稳定，不算稳定期，就是一个把手。这是第几集了？第二集。刚拍还没开始剪。班长。Hello 大哥。好。大哥好。哎。什么声音？哈哈哈哈哈。什么？你不要我们说要讲什么话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话，就随意拍。啦。就是超无聊的内容，超无聊。他今天要跳才艺舞。哎，对啊，我要跳舞哎。你会跳不是？有什么舞蹈？我看你今天的妆容。没有，我刚才模仿泡泡虾啦。泡泡虾什么？啊，那个是真的。你模仿里面什么？什么愿入？你有没有来一段？我没有，我是跟那个小孩打架，好精彩感觉啊！好像好像尬聊。被发现了，超搞笑。好精彩哦！没有，比那个要生活一点。好，好好，不能真的像访问。对啊，刚刚有拍你的一些，有。那 OK， 那后剪了。那雨农今天是来做什么的？我今天就是说不要访问吗？然后就主持人开始想当主持人了。哎，姐姐，你今天跳什么？我今天跳 Kill This Love。你？对啊。这好闹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你要唱吗？不要不要。Let's Kill This Love。哇！哎，你要唱什么？你要唱什么？屁嘞我！娘。好，大家都没跳过，而且你要来跟我一起跳。真的吗？哎，有钱吗？那你要过去？哦，我要过去，真的太现实。你是自己拍都是会没有什么自己的镜头，因为都在拍别人。哎，我本来是真的要回家了。好，我为了你们，我看你第几个出来？第三个啊？会不会待到最后啊？对啊，待到最后啊，来吃便当，吃便当。我想看。录完了，收工。